我是饿耳朵马的孩，今天是，我姐夫哥他们家老家的那个电视机好像有问题，他的那个爸爸打电话让我过去看看，我现在准备上去瞧瞧，看看电视机到底是有什么问题吧，拜。
光时间长了，要是不将来处理好的，那就像闹个电视一样噼里啪啦开始。好了，你这冒香了。其他两个随便炒，代替。孩子们，来接着给看看。我怎么没见俺老黄的？老黄的，你戒指放了放，你是软的是吧？这是不软吗？是吧？拿来电视机，我看看是吧？这又看不到电视包。我来了，来看电视包。起床了，干啥去不了？我不，我屋里还有好多事啊，以后。给他们装的，我屋里还有好多吃的，晓得吧？来来来，我走了。哎，把那个电锅帮我上。电锅呀？哎，我一会儿装上那个电锅。你跑老屋了？妈喂，你跑老屋了？谁家的？那些人我拿上来，一会儿我再。这事儿好了不好？